光之锤叩响时代的脉搏，当苍穹之剑指向梦想的峰峦，我们风雨兼程，从未停歇。30年前，华联机械迈出了自强不息的第一步。30年后的今天，华联人传承荣耀，力争完美。我们将点滴汇聚成一种倔强精神，一种坚韧品质，一种创新执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那是岁月给予的成长贺礼。历史记载下了真实的蹒跚，也同样记录下了一段翻天覆地式的巨变。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和技术创新，华联机械集团已成长为一家面向全球市场的包装机械及智能包装系统的供应商和服务商。华联机械依靠精良的品质、创新的理念、完善的服务，走出一条属于华联人的专业之路。这里汇聚了一批顶尖的专业团队，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以专业的视角，以务实、敬业、勤奋的态度聚焦包装机械。华联机械将创新纳入新的思考，每个产品都是前沿科技与智慧相融合的结晶，从而能够更加贴近用户的需求，为提升客户体验及满意度保驾护航。面对包装机械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时代在召唤我们励志前行，时刻接受检验，时刻保持自我对话。作为行业领军者，华联机械也注定将创新纳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30年，华联机械集团不做多元化行业，只做行业多元化，在包装领域深耕细作，提升单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不断丰富产品种类，从单一的封口机到整机流水线，通过技术获得市场话语权。坚持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促进公司向集成化、高效化、智能化的全自动包装生产线系统转型升级，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求发展，助推着华联机械快速前行，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新格局的重大转变。天地为怀，社会为本，华联人将抱着对理想信念的不懈坚守，怀着对事业追求的执着精神，带着对宏业远图的满腔热情，朝着缔造包装装备领域国际知名的领先企业的梦想，致力前行。